一粒仲爭我一粒啊嘛！喂 ，One，Two，Three，Four，出嚟啦！你哋有咩愿望啊？我希望我哋可以体现下社会共融。冇问题，就 send 你哋去五育中学40号摊位实现佢啦。Well， 可唔可以顺便唔翻学啊？你问校长啊。嘿嘿。喂，起身啦，仲唔醒？要拍宣传片啦！12-24号，荷里活广场40号摊位见，耶耶，都冇人等。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国际物流中心货柜码头货柜内易燃易爆品连串爆炸，爆炸现场火光冲天，冲击波巨大，天津塘沽、滨海以及河北等地都有震感。两次爆炸之和相当于24吨炸药，事故一共造成173人死亡，565人受伤。当时在现场。台湾白仙乐园举行的彩色派对活动中，因为玉米淀粉以及食用色素所制造的色粉发生了粉尘爆炸和迅速燃烧，而导致火灾事故。这次事故一共造成15死484伤。白仙乐园因为这次事故在6月28日起关园停业。重庆东方轮船公司所属的东方之星号客轮由南京开往重庆，多航行至长江大马洲水道时翻沉，造成442人死亡。调查组认定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的原因是由突发的罕见强力对流天气所引致的。深圳市光明新区恒泰裕工业园发生大规模土石崩塌事故，事故造成33栋楼房倒塌或损毁，截至2016年1月6日，已经酿成58人死亡、25人失踪、16人受伤，逾900人被疏散。201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型纪念活动。这次纪念活动的主要内容是阅兵仪式。今次纪念大会亦都是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庆典活动。84岁中医专家屠呦呦成为首位获诺贝尔医学奖的中国人，亦都是首位中国女性诺贝尔得主。她因为发现治疗疟疾的药物和发现荷曼症橡皮疗法的美日两位专家共享殊荣，诺贝尔委员会表扬她们研制疗法对抗寄生虫传染病。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午表决，以157票赞成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在明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代表在明年元旦开始出世的第二胎都属合法，实施了36年的一孩时代终结。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主办权正式揭盅。北京以4票之差险胜唯一对手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同时北京创造历史。扎马会在新加坡举行，亦是海峡两岸自1949年政治分立以来双方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象征两岸史上最大突破。会中主要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但是双方都没有签署协议或者发布共同声明。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伦敦访问，是10年来首次有中国元首到访英国。
英女王欢迎仪式上，习近平受到史无前例的103响礼炮最高规格欢迎。各位同學大家好，是我林子敬，我們今天就來到這個南宋宮廟博物館。好了，我們現在會帶大家深入這座博物館。
中秋快樂！婆仔，你準備好未？哈！我哋游戏有寻宝，仲有精灵同问答，挥春利是唔少得。我哋学得又玩得，贪玩游戏样样有。系咪咁多嘢玩啊？同学仔，我哋需要你啊！好似佢真系好多嘢玩咁喎。系咯系咯，仲快啲嚟参加！冲啊！我嚟啦！咦？抌埋我啊！1月25号带你玩转语文双周，为你插上语文嘅翅膀，扬起学习嘅风帆。约定你啦！